第六周每天登园点足15小时。必须注意，每款灯组架构不同，取决灯组架构设定时间不一，有一点点脏，较紧素材上开始有了藻相，藻相滋生，对，连同沙面也开始有着藻相。不要紧张，守住荷包。蛮多新手看到这样就开始着急寻求广大社群养藻心得，过程只要能营造出越丰富越精彩。不要害怕，日后系统代谢率会更棒，养成生态，养水等于养菌，系统稳定不外乎就是菌相稳定。持续分享，养成进度完全同步公开，分享给需要的新手，证明水族广告每周授课内容新增过程分享，支持是我们的行动力。